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各位听众大家吉祥，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觉然法师，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在空中结缘分享。今日所要分享的是人间万事心药方。现在经常听到有人感慨地说，我们的社会病了，其实有很多人的心也病了，心中的猜疑、执着、自私、偏激、妄想、贪欲、嗔恨，心真的病了。身体有病不能劳动服务，心里有病怎么能正派做人呢？针对人心的治病，开立了一些药方，以下有六小点。第一，要有宽容的心，做人讲究的先要有度量，容人之量，这是做人之本。气量狭小，不能容人，自然不能成就大事。你的心只容纳自己，只能做自己的主人。你能容纳五个不同的人，能做五个不同的领导人。你能容纳100个部下，能做100个人的主管。你的心能容纳100,000,000人，你就能领导100,000,000人，因为你心胸宽阔，当然就能做众人的领导。第二，要有放下的心，心中不要负担过重，不要把别人的得失纳入己心。你的心中对别人的拥有放不下，过失也放不下，把别人的功过都放在心上，增加自己的压力，负担过重，就非常的辛苦。所以能把外境的是非、别人的好坏放下，不要成为自己内心的负担，放下就能自在，放下日子就会好过。第三，要有谦卑的心，古人内心共高我慢，是为大病。若是待人处事都能以谦卑的态度，就能容纳十方，获得别人的尊重。一般没有修养的人心高气傲，自己不能接纳贤才，必然也会遭到别人的排斥。假如待人处事有谦卑的雅量，好像成熟的水果都会低头向下，飞机的航班向上爬升艰难辛苦，向下着陆比较容易。所以人生处事谦卑向下，必然容易获得成功的机会。第四，要有惭愧的心，惭愧羞耻是自心最好的良药。人在家庭，对家中眷属必多照顾不周，人在学校读书，必定所知不足，人在众会、社会各方，必然圆满对待。所以人要自我惭愧，有所不能，有所不知，有所不尽，有所不足，所谓知耻近乎勇。有了惭愧的心，就能发挥能量，调整自己行事做人，必有所得。第五，要有正派的心，
做人宁可正而不足，不能邪而有余。王习武先生办联合报，一句正派办报，多么的坚强有力。由此可知，只要能居心正派，其他的自学会正派，办事会正派，交友会正派，经商会正派，凡是正派，就如过去被人称为正人君子，则必得要居心正派，才有力量对治内心的邪知邪见，让许多的邪念邪恶不致产生，那都是需要很大的正派力量才能达到目的。第六，要有清净的心。我们的心灵被关闭，被污染，被烦恼所困，就如水沟没有清洗，则容易滋生蚊虫；厨房没有整理干净，必生蟑螂老鼠。我们的内心世界不治理干净，贪嗔慢疑、自私执着，各种烦恼就产生，容易产生。假如适时给心灵一剂良药，令心精进，令心净化，心地清净，则污秽杂染满身，心能健全，又何惧人生没有成就呢？以上六小点，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对你有所帮助，感谢大家收听人间好心情，愿大家一切圆满平安吉祥。好的节目请大家别错过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救难观世音菩萨，甘露水化去咱心头的郁闷，清凉海指引我生死的迷途，千处祈求千处应允，叫一声应万声，救苦救难的菩萨，求一声应万声，大慈大悲的菩萨，观音自在，观世自在，任何境界拢是自由自在，求一声应万声，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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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声应万声。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、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观世音菩萨，甘露水化去咱心头的郁闷，
清凉海，指引我生死的迷途，千次祈求，千次应允，求一声应万声，救苦救难的菩萨，求一声应万声，大慈大悲的菩萨，观音自在，观世自在，任何境界拢是自由自在，叫一声，应万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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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叫一声，应万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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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一声。应万声，叫一声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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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万声。
爱上你我，你因